殷大侠，三娘在前面等你。师傅，师傅。你伤口痛不痛？我心很痛。答应我，两件事。七爷快要成魔了，你一定要阻止他。答应我，不可以以魔治魔。这份感情，记住，永远不要进入魔道。帮我把这把剑拔出来。我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妻子。小三。